才那两个妖怪好可怕。我倒想去看看那两个妖怪。我已经设定好了时间。明朝，这个时候我好像刚刚出世吧。这么大的地方，想找个人可不容易。那要看找谁。你跟我走吧。啊，我明白了。他们走远了，费了那么大的力气才回去，没想到这么快又回到这个时代了。听见他们说要找人了吗？肯定是去找吴承恩了。啊，那可千万不能让他们找到啊。没事的，我们现在就去找吴承恩，一定比他们快。一定？你忘了我知道吴承恩住的地方啊？哦，原来这样啊！我们赶快走吧。就是这里。哎，不是吧，怎么不一样了？奇怪，明明是茅草房，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听，你是不是找错地方了？那有个老爷爷，我们去问问吧。大伯，请问你知道吴承恩的家怎么走吗？偶像，是你吗？你是吴承恩？是啊，偶像，你怎么还这么年轻？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一直等着你回来。看来和我们上次来已经间隔50年了。偶像，我以你为原型写了一部小说，叫《西游记》，获得了皇帝和广大读者的好评呢。多亏了孙悟空您给我的灵感，我才有了今天的成就啊。我《西游记》的灵感？孙悟空？我不叫孙悟空，你弄错了，我叫Momoking。天哪，祖先们，你们可千万别生气，不是我要给你们当灵感的。哎呀，你看我小时候糊里糊涂的，居然把偶像的大名都记错了。我已经按您的吩咐藏好了《西游记》的原版手稿，就在地下室的宝箱里。吴承恩先生，你听好，现在有坏人要来找你抢手稿，你要马上跟我们一起去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。好，我收拾一下东西，马上就走。
走不了了。初次见面，吴承恩老先生。他就是要来找你抢走手稿的坏人。坏蛋，坏蛋，我们是不会把手稿交给你们的。啊，不给，那我们自己去地下室拿了。糟糕，被他们听到了。我们早就发现有人在我们的飞船上了，不过有你们在，我们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找到手稿了。嗨，拼了，拼了！你们还没有拼的能耐。现在就让你死心。吴承恩，吴承恩先生，吴承。很努力了，但对手的实力太强，还这么狡猾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。我们什么都没做，结果就是失败了。吴承恩被人抓走了，手稿被抢走了，营救毛毛党的希望变得更渺茫了，整个世界也要被力大王摧毁了。我们赶紧回毛毛岛吧，也许莫爷还有别的办法呢。都怪我，我辜负了莫爷的期望，辜负了毛毛queen。即使我们的任务失败了，可我们不是一点机会都没有的。就算只有1%的希望，也是我们大家努力下去的动力啊。现在当务之急是赶快回到现实世界，我们一定要阻止力大王的阴谋。King， 你冷静一下，我和淘淘在外面等你，走。一切都结束了。不要灰心，小朋友，一切都没有结束。啊！吞下肠胃非常好，海很蓝，太阳很高。